所以想必的话，在打印上面应该是觉得蛇女打苏文会比较好打一点。上半部这边的交火，这个换血换到这样了，这边三环打出来，加速继续往前追。不行啊，这三只小兵追着自己剩下200滴的血啊，那三只小兵这边的话，闪现上来 ，Q 技能打出了死亡电刑，血量剩下一下普攻的差距，缓速有缓到，现在已经没有闪了，这个有没有办法游到了，还要交闪现。完蛋啦！这个回力镖回来也没办法收掉 PK， 而且现在反而是 Race 要往前要来抓人，钢铁狗这出来没踢到纳尔，反而踢到后面的酒桶啊！Double kill， Race 直接拿到手。再来看一次，就是这边的话，其实早就扫到了，早就已经知道人在哪。就是应该说 Race 也是有意识到你的这个进攻的嘛。那 PK 这边的话，我只能说这个血量算是这个精算的拉了一点回来，拉了一点之后，这里就没 Q 中，走位扭掉，回刷有打中，但是没办法收掉了。对，没办法，伤害不够。那后面这边其实就 Race 基本上来说的话，就蛮有机会的。这个搭配。我真知之花一照又掌握到了 Race 确切的动向啊！我要来看一下中路这一波有没有机会呢？连纳尔也摸过来了，哇！看一下瑞空的位置，瑞空怎么在这边啊？直接把人给拉回来，开启了自己的大绝魔晶降生回声，这十万灵石效果很不错，但是马上的话，瑞空直接被先被蒸发掉了，这次的伤害还是太高，赶快要往后撤退，吃到肚子里面继续做保护。侧边的话是 Koala 载着 Stitch 一起过来支援，中路变成一个四打四的局面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那江瑞斯本来就在这边蹲了，这里就蛇女这个反身大两格真的是蛮关键的，因为他大两格都配合他的 W， 是直接让 K 是完全没有机会跑走的。因为瑞空大家觉得，其实瑞空最强的地方倒不是他排队，而是随时可以倒的。我用三方夹击，我们看到的是就连纳尔也靠过来了，谁夹谁呢？但是马上考拉也靠过来，这个双你是直接定住了，酒桶王牌射手，哇，一枪直接把空月给射穿了，来拿这个预示者呢？这个卡米尔现在应该是蛮可怕的，哇，直接闪现踢进来，盖在的是斯文脸上，马上先出到肚子里面保护住预示者，这个预示者增强，我看到的是，应该是左半边拿下来的。可以哦，就凯特应该是有，凯特应该要在上线上线点，因为这样演的才像。现在在演，坦肯吉正在演，他现在演说这边有没有眼睛 ？Uniball 一下来，发现你们怎么在偷吃？抓到了，抓到了，五千滴，出来，不太妙，不太妙 ，Race 的血线有点不行啊，母塔尔这边弹了起来，哇 ，Race 直接死去啦，这个失温度过。直接把特朗德给干倒了！哇，这边的话小量下来的话，他的怒气也会是还不错。蛇女两千滴 ，PK 也下来了，选择直接往前推。下半部 Stitch 努力的在点，先把一个人给点残，后续这个蒸爆圣体射过来没办法收掉任何一个人。重击先把巴龙给中走了，这个巴龙池里面的争夺能够收掉多少人呢 ？Stitch 现在很犹豫，要点巴龙池里面还是点 Uniball？ 他最后一个都没点死啊，被爱心拿到一个 Triple Kill。这边这个 Uniball 呢路过，他真的是路过哎，他就是想要往下走，然后确认一下，发现蛇女的毒物啊，你们在吃，那这个时间点，他们选择直接走出来之后，直接被开到了，所以 Race 这个最肥的点位在第一时间就倒了。那倒下来之后，就因为巴龙是血剩5000 ，Mating 选择回身接，直接接手。这里其实我觉得Juice 还是有机会打的，可是比较可惜的事情是，这个 Uniball 卡在正前方，其实卡了一个蛮好的一个位置。再加上我觉得这个伤害，纳尔的这个翻，他直接把无极给打残，逼着无极一定要撤退，拉到后面没办法对里面的艾希造成输出，所以艾希现在一直处在一个很安全的位置，而因为他在最里面，而史迪奇要进去需要经过那个龙石，他要过 Uniball， 所以他没有办法过去。那我交叉骑啊，对，一定是差不多在26分钟多的时候，这边的话稍微被拉了回来，并且出手，赶快先吃到肚子里面。这个中路外塔是没得守的，只能放了。有半边这一炸的话，瑞斯被炸出来，又被给抓到，哇，好惨啊！他最肥是不是？听说你是最肥的，这个狂上猛击，无极又被推回来，全员转头，影之爪又抓到了 Stitch。炸开了，保护了无极，这个泰坦奇一次只能吞一个人啊！哇 ，PK 这边努力把兵线给断掉，因为如果不断掉的话，有蛮大的一个危机。哇，现在是 GS 直接一个血崩的局面，有没有机会啊？这兵其实蛮多的 ，PK 要赶快把线断掉哦。但我觉得他后面有一台炮车，来看一下保护前面这台小兵，这个兵已经送进来了。GS 成员的血线，中路是一个4打4的局面。下半部两个人这边的话 ，PK 是直接踢上去，两边都有守护天使，这边扛着塔的伤害。这边小亮你还是选择出去打这一波，我跳，有躲掉，反而是 PK 伤害很深哦。
哇 ，PK 的位置稍微被对方给切断了，现在要怎么跑呢？你要怎么跑呢？可以提上去，出来的话换掉你的守护天使，守护天使的交火，再度起身复活冰剑，直接命中，哇 ，PK 炸裂啦！哦，这边四人要赶快跑哦，酒桶是有招的哦，神达登场，有空到的race。 但看到的是 ，Stick 在最前面的位置，交闪现，先躲掉了这个包袱酒桶，把自己招到更差的地方。哎，准 PK 这个还有10秒钟才复活影之爪，哎呀，没留到 Race， 神之魔也没办法有一些控制。中路的位置是 Drax 有机会利用的一条线路啊，勾到，回神啊登场，有留到人，交闪现先往后撤，中路的地方亮 TP 喽。出来以后要选择直接抢。红月的状态其实不是非常的好。对，红月现在300滴血线。 重新再布置一次视野，但有一个差别是因为 Matin 这已经双传送点。喂，来看一下这边的话，三登场先收掉一个保护，今天收掉一个太好的效果。这个神庙大绝定住两个以后，先收掉 K 了 ，K 倒下，前线的地方空运也死了。现在的话是Jace很好的一波机会，再往前继续敲，把艾希给敲掉。海克斯心理结界盖住了斯温，斯温起身，直接踩在夹子上面。 被 Stitch 给射穿了脑袋，那现在的话，小亮有没有办法挡住对方的这5个人往前压进呢？这里我看一下，这个秒数有个40秒，双 C 位才会复活。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团战的关键绝对是蛇女的这个大绝了，他反正大招把两个人控下来，瞬间就收到两个，那后排变得没有人保护，但我哇！我们要恭喜 Drax 最后一波团啊，直接给扫掉了主堡，35分钟左右。 赢下了第2场比赛胜利，2队战成1比1的平手啊！我觉得最后那个开战。 第一个是因为前一波 GS 是使用了 PK 的船，重复的回到战场之后没有拿到东西，所以他们这边是没有传送，代表他们在边线上推线上是不会有优势的。可是刚刚 Matin 就是 Uni Boy 他其实还在想要整那条线，对，他还没整好，然后这边中路 K 就直接选择开，开了之后接了冰剑，那。 夸拉吃掉人的时候，直接把他保护住。那两个上去的酒桶加上瑞空，直接被反身的石化尼斯控死。所以等到 Uniboy 真的来到了团战区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倒了2个人，是一个3打5的局面。那我觉得你有双传送，你怎么就下路就先整理好，对方承受兵线的压力会比较大，而且他们也不敢直接开，原因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地龙，他们有的水龙是回复能力，但真正碰撞的时候并没有很好的效果。对，我觉得这场好神秘哦，就其实。 对GS来讲，我觉得真的是幸福来得好突然啊！就是你原本看起来已经要进入到劣势的局面，本来 Matin 也觉得很头痛，说很头痛，说这个巴龙到底怎么办？结果哎，莫名其妙的两个人送上来，然后杀掉以后就一个一个割除掉，剩下一个纳尔，他也做不了事。这个我觉得两边都有蛮多的一个失误可以去讨论，包含的是那个巴龙被抓到以后的一个处理，然后再来就。